小时候过年装的那些小大爷。你听我的，把家里好酒好茶都带着，好好拜个年，说不定明天复转正。专人说的有道理。今天咋来？带着呗，孩子一起去。这个哪来的？这大过年的，就你们家老天第一个来拜年。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叔叔阿姨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的，小姑娘。祝叔叔新年发大财，祝阿姨越活越年轻。哎呦，你这女儿可以啊，人都会到厉害着呢。有没有？Later。阿姨，你吃虾，我专门替你剥好了。哦哟，虾线我都去掉了，很干净的。哦哟，真懂事，阿姨谢谢你。哎，不是，老牛有福气啊。我知道啊。厂里有男人几个新人，我知道你不好说，确实不容易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人家都在你厂里，要我说就该给他们全课点，凭什么？老员工才是员工，听我说啊，你先听我说，我就一句，你听我说，你说，你看在眼里。哎，丁丁，你干嘛呢？阿姨，我给你们沏壶茶，这是我爸爸专门搞的好茶叶，进价都要100多，平时很舍不得喝的。行了，丁丁来了，你快坐下，你今天已经